这个路你不熟悉，你走慢点，哟，你走慢点。我给人家送的三号药的、六号药的、八号药的、九号药的，十号没要，是十一号他也不要。他这药底一给我结一次账。我女儿就帮我算送牛呢，她这她春节前回家过年了，到现在没回来呢。要不然不就这个就是死，那要多少六百块钱样子，那比那光要多一半。三月份也不行啊，三月份小区人不让进，我也想要，要进不去送那我送给谁？汽车吧，那都是大部分都过人呐。这我看看了，我给你看看了。我是安徽人，我这个残疾证，这是搁安徽办的残疾证。我是88年来的，我就想我长沙不走了，这就是我的卧室，也是厨房。我吃饭早上就这么样，这个二分之一半个馒头就完了，再就不行，你会带点水。早上我不吃这个，这是中午，这是做咱中午剩的。你说在这呢，早上我做，晚上我做，中午他做。自打走了我们炒过菜，我都是弄点水煮就算了。快点带上。能捡我就捡了，我真是人家给我的，真是的，这都是你看，我这个一尝了我就捡了，我这穿就是了，这都是捡的，我就有个几十块钱旁边住，跟这个跟我同龄人怎么相比，跟他们比我还进步了，这个猫他来你不到一年，看着不，我给你小猫俩放一相依为命嘛。我比那个搁这高架桥底下住好多了，我知足了。我觉着吧，你到这个年龄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增加家庭的负担。这个月子不如给这个调着年轻的，还能替国家做出点力量。